名呢？干嘛的？哇啊，飞飞。点柴火，真的，他有挖掘是不能挖。你我来攻他死。哎，又是播广告时间喽。哎，你们听到？欢乐送来了，所以我们要赶快起床。哎，他自己哎，自动起床。我的精力旺盛啊！欢乐送，欢乐送，欢乐送！看新，不早点来拿，新鲜度会坏掉。快走喽！挖一个墓要个证明，所以他那时候任务叫我带哪个尸体走啊？有人有印象吗？哦，所以这个真的早晚会满的意思咯。要挖墓地右下的墓吗？这个吗？这个人吗？还是这个？吓死我！哦，是这个对不对？我有啊，我怎么挖？找墓碑挖吗？后面要证明，那证明有过？哎呦，会哦！我怎么挖墓？最右下啊，可是这是我自己埋的哎，确定？好吧，挖木头喽，我不挖木头，挖墓碑。然后嘞，掉到水里吗？哪边有水？哪边有水？快点，欢迎剧透我。哦，这里哦。当离别，好了，他走了。然后，不是吓死我！你在干什么？一个幽灵要我处理掉尸体，所以呢，你现在都听他的吗？他不像是能为你做任何事情，他是空灵。而当你在睡梦中，你。可以咬死你，当然我觉得看怎样，对吧，我们就是焚烧。哎呦，是有，你怎么知道那小子？我想应该是来那是干嘛，你一直才是原本不要说你需要火和一些把整个尸体烧成灰。嗯，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，像突然冥想。太平间路口的马路，哦，太平间路口的马路对面悬崖附近，别攻杀。花木，天哪！他说。这是啥 ？Hello， 这是火葬场，对哦，应该是举后火葬场。
不行，太好笑了。哎、欸，白痴哦！判官，我刚看到一个审判官就在附近，沿着通往女巫林在哪里呀、啊？啊，他会杀了我的。欢迎看。封住我要怎么走？哎、欸，这就准是大人。水，哎、欸，他是讲水，很好，有任何问题？好痛！哦吼吼！哦，他来了，停下！伙计们，别冲动，我住在这里的目的啊。他叫我们伙计，为什么？他肯定是大人。告诉他们叫什么？哪个好呢？好，教主是你的好朋友。让我，然后赞美他就可以。你愿意加入我？我行，是吗？好，来吧。哎、欸，他刚说什么？看一下、喔，我看一下实况台。对不起，字太小看不到。撒谎。是说所以耶、欸，你的目的可能在。看得见。已经很久没有发现你了。这仅仅是刀石女巫，刀石她，她包成这样你就知道她是女巫。哦。哎，好可怜哦。真的、欸，水哦，直接火葬也没错，这是通过的一份。你就住在这座山的旁边吗？墓地顶对吗？意思，知道吗？我在村庄需要有一个哦，当卧底哦，裁判。村民同于我们的你，能相信他们？好了，来啦！我先要等看你，会吧？要我做什么事啊？他会告诉你。我们下个。男生在谈，或者任其他男生都行，我喜欢来这里。这里让我深深感受到愤怒。哦，我的天哪、啊！那母汤啊，不会坚固。没有什么矿可以挖吗？既然都来了，不要白来啊！哇！哇！
还可以来这边坐坐三次呢。看哦。该浪费。下是什么？看到动东西哦，那东西动，不好意思，都有解锁这边的吗？动了，看一下有没有解锁。哦，可以耶，开了，现在可以来这边弄了。啊不是啦，哎、欸、啊是啦，等一下，对啦，我们要去卖东西啦。卖东西哦、喔，鬼就鬼，种葡萄的地。那、欸、葡萄酒他不是说是跟那个占星什么都说话吗？哦，点，过就过，就过就过。帮我卖钉。哎、欸、嗨，头毛大鸡！哎呦，钉子哎、欸，都27块，不是20个7块哦。神技术！哇塞，每次看到你打字就是提升技术，好恐怖哦！要提升哪个啊？这个。这个对不对？能做钉子的，不错，谢谢，我知道我很聪明。还有这个，谢谢，感谢您，问都不问，感谢您。可是我，哎、欸。尸体，尸体，尸体！轰啊！轰啊！等一下，跑好慢哦，跑快点！胖子，跑起来！跑啊！哈啦，跑啊！跑啊！哎、欸，可以，我可以对死者不敬吗？可以耶。反正我这样也对死者不敬啊，是。带走尸体。六了一，谁在管？哇！好了，可以播广告了。广告啊，满了，糟糕，满了，放旁边。嗯嗯嗯嗯
啊，又不够，可恶！睡觉，生气，怒睡。你好。先玩，你听前面玩过前车，哦，为什么？嗯，既然测试版是看国外人在玩，所以我一直不知道是玩什么，都是看他们玩得很开心，加清单了，很好，没有他带的木玩好多了。那我呢，我这坏人本来应该是个好人，没事。但我们，把我告诉你，一个载体，它承载着他们被饿死善良，让隔壁老房就告诉我。心里不舒服，还是好好照顾。对，我要挖那种红色比较多的。好，所有人都加找方法。也看不懂哎、欸，所以只是说这两个哎，不，东西有，这两个会抵消掉。哦，别提，后面红色拔起来，好，到，烧掉。那再问个问题哦，请问这张纸是干嘛的？公主在哪里？不是楼下，这里吗？要不是，看来不是。色包叶，白色要有包层啊！哒哒，等一下，我看不懂。红色包叶子就不会扣分，白色是包的层，反正都要包就对了。好，好，反正要包就对。啊，我。哦，就是这个啊，它的分配空间可不可以给我好一点的啊？天哪，好强迫症哦！天哪，好哦，有地方，好。啊，还能送，好烦哦！干嘛的？好啦，我们开到十一点吧。开到十一点。先玩玩看这个大要干嘛的，感觉也跟之前进入谷雨完了。还要看时
在剪影片，哇，倒没事。到的时间。噔噔。先来继续看有什么可以做。修东西啊，各位小朋友们，来继续修理摩阿波。啊，用叶子包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真的不懂。哦、嗯，像我这样怎么用？哦，这个就是用叶子包两个是不是？这样子修理，哎、欸，我不能修。加零加零啊，这个怎么办？加零加零呢？就把它挖起来吗？像这样的话。意思还是说，这等于海牛出现，要先盖就对了吗？它好贵，二两三。好啦。哦，加二哎，哦，开始，好，那好贵哦。嗨，还不够。没了。不好的11天可能又要。加班哦，还想继续
板。感谢发喽。啊，没体力，来来来。下边玩是一定会的啦，哎呀，坏掉的。哇，最后一个，好啦，看来这次真的要休息。好啦，挖一下这个，这个叫棺材咯。还不给我挖，去你的！没有啦。啊，还是休掉了。好啦，那就先开到这啦。做广告，就。明天应该也可以玩啊，因为明天应该没有还要开，所以我们可以开这个台。哎，没有哦，我看一下明天我要看兔子，我兔没有要干嘛的话，好啦，那今天就这样啦，感谢各位收看啦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喜欢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，想看有的没的。就帮我点个订阅，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啦拜啦拜啦，拜拜拜拜拜拜。